心里爱情永远是最真，你是一呀我是十呀，永远不离分，天涯海角我都随你一路的风尘，爱是一个吻，爱是种眼神，爱是你我前世共同守来的福分。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保证不让你失恋，就算时光变迁沧海变桑田，我对你的爱不会变永远。感谢全爱哥，是谁呀永远不离分，天涯海角我都随你一路的风尘，爱是一个吻，爱是种眼神，爱是你我前世共同守来的福分。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实力的主演，我会保证不让你失恋，就算时光变迁沧海变桑田，我对你的爱不会变永远。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不让你失恋，就算时光变迁沧海变桑田，我对你的爱不会变永远。感谢大家的人气票，能上了咱们上一下，能上了咱们上一下，感谢我赖哥，谢谢我赖哥。我唱点我赖哥喜欢的歌。
的大哥。今天不用点，我们直接唱。赖哥你太帅了。好，一首流泪的飞蛾来了。这个号，感谢大家，也谢谢这个号认识的朋友，感谢你们选择我，这么多主播是不是认可我选择我。今天是我们这个账号的半年，我没有准备办这个半年庆的活动，但是呢我准备在直播间给大家多发一点福袋，回馈一下一直陪伴我的家人们。小小心
成绩，感谢各位大哥们对冉儿的支持，谢谢你们。直播间的哥姐们不忙的，今天早上可以多在冉儿直播间待一待。灯牌能够升到六级的，至少看我得有好多天吧，才能升上去啊！谢谢每一位，感谢。我们先发六级以上灯牌的福利。咱们不够六级的家人们也不要着急，也会给大家留一些福袋，我们六级以下的给大家发，好不好？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发六级以上的，因为灯牌六级以上的哥哥姐姐们，你们每天陪着冉儿，你们辛苦了，支持冉儿，陪伴冉儿，你们辛苦了，给大家多发福袋，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运气。给大家，喧闹散尽不想回家，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沧桑间流发。喧闹散尽不想回家，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沧桑间流发。
所以选择仁慈。全爱哥有没有喜欢听的歌哦？要伤过几次？点赞能不能不要停啊？给大家发这么大的福袋，给大家唱这么好听的歌曲，大家能不能帮着人点点赞啊？谢谢大家了。大家好运，就不给大家发兔头了，这一次福利兔头太麻烦太复杂了，直接给大家发福袋就好了。可以啊，窗外可以的。别吃鸡，稍等一下哦，班长点点赞，能不能点赞破五万啊，家人们，点赞破个五万行不行？一起加加油。
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悄悄门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椅子说声珍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别知己》，对不对？你点我唱环节，现在是上点关注，下点赞，祝然儿的财，祝那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财富千千万啊！差点祝然儿财富千千万了。别自己马上下一首。直播间哥姐们在听歌的时候一定要帮冉儿点点赞啊，我们今天的点赞能不能破个十万，今天的点赞破一下十万好不好，点赞破一下十万，然后大家把那个免费的人气票可以丢一丢。谢谢洛洛，不忙的大哥们，大家可以在冉儿直播间多待一待，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大福袋回馈大家。粉日，今天是宠粉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半年一次的宠粉日，他来了，不把握一下吗？月亮冷冷地挂在天上。我们升起火堆，唱起歌儿，天
这么多福袋啊，今天又一起度过了快乐而又美好的半年，无以回报，无以回报，给大家发点小福袋，小小心意不成敬意。本来想着给大家做那个抽奖活动的，但是我觉得给大家寄快递什么的太麻烦了，不方便，所以我就用发福袋的方式发给大家。特别是咱们直播间灯牌等级高的哥姐们，谢谢你们的陪伴啊！不是平安夜了，今天是我们直播的半周年。半周年回馈感恩日，然而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福袋，小小的心意回馈给大家，算吧，算是半年庆吧。有啥好说的？没啥说的，大家来就好了。现在我直播间有很多都是以前那个号过来陪我的人，当然这个号我换号了之后，这个号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不过还是老粉在多数啊，老粉在多数，能够一直陪着我是我的幸运，是我的幸福。又半年了，感触还是挺深的。马上22年了，谢谢你们，不用谢我的福袋，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认可我，选择我，不知不觉认识你这么久了。心雨稍等一下哟，L哥哥。
有冉儿在是我们的快乐，有你们在也是我的快乐。半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前两天就说了，我前两天就说了呀，我说我们半年庆不办，但是呢我会给大家送福利，可是你们都好像不在意。哎，咱直播间大老板太多了，不在意我这一点小小的心意，是不是不在意？我前两天就在直播间说了，我说我记得我前两天就在直播间有说呀，我说24号是我们家的半年庆，但是呢然而不准备就是搞得花里胡哨的去办，或者布置房间啊什么的去办啊，或者是去布置房间啊，去穿个什么好看的衣服啊，怎么发请帖呀、啊、然后我不准备这样子，我就想着大家有时间的来我直播间给大家发点福袋吧，发点福袋，本来想着给大家就是发点那种礼物的，太麻烦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也不太方便，反正都是玩嘛，完了我就想着在直播间给大家发点福袋。想听这世界这么多人，好的玉清哥哥，那我们先把心语唱了啊，心语唱了就唱这世界这么多人。我干嘛呀，这个饭叔真的是，你不要谢我，思思是一个很好的主播，认识他是我的幸福，认识你们是我的幸运。我的思念，哎，这个怎么有歌呀？没有放对，下一首歌《这世界这么多人》，欢迎我心依旧。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绝地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事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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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思念不再是绝地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欢迎我七七五。谢谢我们云海，感谢我们刷礼物的各位哥哥姐们。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地的海。
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事小板凳上，大家没有亮灯牌的哥哥姐姐们，把灯牌亮一下，走下一颗小星星，一朵小红花，我们占个榜。谢谢用户9634，感谢大哥。来，这世界有这么多人，送给我们玉清哥以及直播间的每一位好朋友。玉清哥还在吗？走了，我没看见。这是，等一下，把这个绑上。
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方，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远方出生，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方，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风格记着这模样，留在梦片里永远不散场，难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清晨在泪水里浸湿过的沉稳，常让我想呀想出声。谢谢美丽的景花园，感谢大家。哎呀，氛围这一块不够呀，掌声响一响能不能？谢谢我玉清，感谢我玉清姑姑，谢谢我玉清，感谢我玉清。没有站榜的小星星走一个，站个榜啦！楼兰可以，没问题。本来今天就要唱楼兰啊，今天咱们家好几位家人都喜欢听楼兰，而且好像都在，还有我们的那个叫谁，冰雨，是不是？咱们冰雨也是，虽然是不是帮我鼓掌创造氛围，帮我点赞什么的，也都是天天在的，谢谢。
不，你不心疼我，你心疼我，你就不会天天点我的楼兰了。没关系。以后多心疼一下我，行不行？我的楼兰给大家安排一下，掌声响一响哦，家人们，掌声响一响。中奖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占个榜哟，好吗？占个榜就好，谢谢你们。想问沙漠借那一根曲线，风间披风为你御寒，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取暖。想问姻缘界那一根红线，深埋生命血脉相连，用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你总是随手把银盏插在太阳上面，万道光芒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只为看清你的容颜。你总不小心把情印靠在月亮上面，生命血脉相连，用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你总是随手把银盏插在太阳上面，万道只会看见
江，谢谢大家的喜欢。为什么我们直播间人气突破不了100呀，家人们？是不是我们的点赞太慢了？我们能不能一起点一波赞，各位家人们？一起，所有的家人们，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点赞，先点到老刘啊，我们点个8万行不行？有点压压我的火，点个8万行不行？可大。点个8万行不行，家人们？全体都有。双击屏幕，点个8万，一起加油！啊，这个音乐好像有点燥，男人不能说不行。行不行？行就点起来！行的，我们就点起来！8万点赞，一起加油！点赞哦，一起点一点，右下角的点赞啊，右下角的点赞一起点起来。还差25000，25000的点赞，直播间哥姐们，大家一起帮帮忙，一起点点赞啊，点点赞。点起来，哎呦喂，宝贝！欢迎大家，先点到8万啊！我们小目标先点个8万，再往10万走一走。先点到8万先，点到8万休息一下。22000，冲起来！啊，我自己好累啊，我又要喊大家点，我还要自己给自己点，我太忙了。我跟你讲，家人们，好样的，还差2万，一起点起来，2万点赞。18000，继续点，不要停，点赞不要停，点燃小激情，各位哥姐们，我们点赞点起来。欢迎阿伟哥，欢迎新进来的朋友，欢迎猎豹。继续点起来，还差15000，点赞还差15000，点赞还差15000，家人们，点赞还差15000。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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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转榜的，我们走一颗小星星，占一个榜，坐坐我们家的小板凳。外面很冷，里面有暖气。外面看的家人们，哥哥姐姐们进来了，进屋了，开暖气了。
还差一万二，大人们，还差一万二，一万。点起来，没有亮灯牌的哥哥姐们把灯牌亮起来，我们的痴心男人用户六四六，我们的用户五六，还有我们的谁，这个是谁，父亲阳光初心，灯牌亮一下，大哥们灯牌亮一下。还差七千点赞，我们还差七千点赞，家人们，差七千哦。速度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还差五千，还差五千，家人们。改个名字来，冰雨，你要叫火箭，你要叫抖音一号，改个名字以后别叫冰雨了，你把名字改成抖音一号，二二抖音一号。你们想听什么歌了？来，点赞收。嗯，没有累了还可以继续点一点，累了大家甩甩手啊，跟着冉儿一起来把手甩一甩，甩一甩，大家辛苦了。嗯，此时此刻呢，我们让我们的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的脑子转一转啊，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为什么我想听？我想听为什么是吧？为什么好久没唱过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你认真的吗？听闻远方有你可以，那我们先唱为什么？为什么唱完之后唱听闻远方有你？好，好，在听歌的时候，咱们可以把刚刚点赞的那种动力转化为我们的掌声，来，公屏掌声扣一波。为什么之后
然后我们唱《听闻远方有你》，好吗？先说爱的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呐、为什么爱你的人呐、看不透你的心呐、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结果还要飞蛾扑火？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还要飞蛾扑火。一首为什么送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刷屏。为什么这么嗨？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到来。我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哥哥姐们，有你们真好。我
为什么雅雅这么白？因为我用的是贝塔的朋友。继续一首好听的歌带给大家，氛围不要停。听闻远方有你，东升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永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歇息，像风走了万里，不问归期。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点然而关注的一定要点点然而的关注呀，然而超宠粉的家人们，然而超宠粉的在座的家人们都可以为然而证明，是不是做我的人我宠你，你爱我我爱你。点赞点一下，马上十万了，直播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哦。
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点赞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亮灯牌耶，父亲星海之歌亮下灯牌咯。今天没有叫灯牌了，把灯牌叫一下，各位大哥们，把灯牌叫一下。我只长痘了，我睡觉起来我下巴长了一个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会不会睡一觉起床之后长痘啊？昨天都好好的一个人，今天早上起床就长了这么大一颗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谢谢大家点赞。青春才长痘，太兴奋了，我兴奋什吃的太补了，最近吃的太补了，要过年了，就是开始囤年货了，家里不是，吃的太好了，给补过头了，补上火了。谢谢航天，感谢航天礼花筒，耶，十万点赞到了。最近过年嘛，应该是长痘痘，怎么会长痘啊？就是什么老母鸡呀、啊，
什么老母鸡汤啊，什么枸杞红枣啊，是不是这些大补的都开始出来了？痘痘也是肉啊，哪知道啊，他给补过头了。就是我妈，她看我太瘦了，她说一天天的天天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玩，完了之后我还这么瘦，像个猴子似的，眼看着就要过年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必须得给你好好补一补，但不然到时候过年回去啊，相亲都相不着。人生吃多了，哪知道呀？吃肉去了。就我妈，她就觉得我爸妈就觉得我太瘦了，觉得我太瘦了。就是相亲人家都看不上我，我太瘦了不行，所以给我多补一补，省得我今年过年相亲又失败啊，去年就失败了。去年就是别人嫌我太瘦了，哎呀，这个姑娘长得还可以，就是太瘦了，一看就挑食，不好养活，完了她就没看上我。所以今年我们家就提前做准备了，提前给我补一补，完了就给补过头了，就补上火了。过年补到140啊，140估计都嫌我太瘦了，估计得给我补到。这个哼，犯人两颗心碰撞的语言，我发了多少个福袋了今天。进来起码都中了五个了，我起码五个了，今天都是100的大气啊，那必须的呀，对你们必须要大气一点呀，有一说一啊，你们陪我这么久不容易，真的。你说茄子是不是，茄子陪我多久了？你说我赖赖从认识我一直到现在14级了，我玉清，我云海，我剑圣哥哥，我航天，我现在我榜上的家人们，特别是我们前榜的这些，每个不是天天都在呀，对不对？每天都陪我们彼此陪伴，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趁着这个小活动，给大家回馈一下，给家人们回馈一下。给各位家人们来点小福利，大的我也没有，力所能及的回馈给大家，是吧？我也陪伴你很久了，是呀，范叔，还有思思家的很多家人啊，我们家其实有一部分是思思家的，也是每天都会来看我，想要我的 U 盘，十二级灯牌就可以了，就可以领到我的 U 盘，十二级灯牌就可以找我要。谢谢迷藏，谢谢七月迷藏，七月迷藏是个小姐姐。哎呀，你天天看我，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天天看我。然而挣的钱都散尽了，我没什么钱，其实也没挣多少钱。
我觉得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家都是玩嘛，对不对？十二级，对，十二级。都是朋友，来到直播间都是朋友。半年，今天是我们这个账号的半周年啊！我们一般不做活动啊，我们不想搞得那么花里胡哨的，所以我就直接在直播间给大家发福袋了。就喜欢看美女，我也是。你什么时候开播？我也来看你。欢迎东柳，欢迎大家。欢迎赵，欢迎全高。冉大美女特别喜欢，我也特别喜欢你。爱了爱了，我们俩在一起了，要不？别祝我一路长虹，我希望你们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天天来爱上你。要去搬砖了，好的好男人，我是后来来你这里的，谢谢，谢谢你们能够认可我，选择我。我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优秀的主播，但是我们有待进步，希望大家可以陪着一起进步，一起努力，都是黑粉啊。希望大家可以陪冉儿一起进步，一起努力，对不对？我不认识依依，不去打。谢谢冰泉。但是冉冉真的很宠粉的，特别是你们，我都很珍惜。平时我不善言辞，可能有很多话说的少，话说的很少，但是我是很爱你们的，我很珍惜我的每一位粉丝。我很珍惜陪伴我的每一位粉丝，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你们的支持，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希望每天都可以看到你们。工作的时候可以挂在我的直播间听歌，不忙的时候可以唠唠嗑，然而需要点赞的时候，希望家人们可以配合一下，多多的帮然后点点赞就够了。谢谢冰泉，欢迎大家。欢迎向前看。但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虽然我有时候在直播间油腔滑调的，但是都是开玩笑啊。其实冉儿对大家都挺真诚的，就是真的是当朋友一样相处，当朋友一样，当家人一样，真的是当你们是我哥哥姐姐一样。我也知道你们都拿我当妹妹一样保护陪伴，对不对？天天喜欢见到你，那你要天天来哦，那你要天天来行不行？最害怕的就是当哥哥姐姐，那你想当什么呀？当弟弟吗？天天报名，谢谢爱上你，感谢冰泉。黑粉，黑粉头目，黑粉桃子，就是我们茄子。当当当当当。
我做着蛋糕看你，你是做糕点的呀。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欢迎星耀。我二姐没在啊，我二姐这两天她有事情，白天要忙，看不了直播，二姐在就好了。噔噔噔噔噔噔。但是贪婪，我对冉儿都不这样，长痘啊，对，就睡一觉起床就长痘了。就是这里，这不是长痘，这是想你想到冒泡，想你们想到冒泡。其实现在感冒好了，应该可以正常直播，多和他玩。好，时间对得上的话，我就去打扰一下。感谢点赞，谢谢，欢迎人生如梦，老板也变油了，我怎么油了，这不都是你带的，这不都是你带的，想心要姐姐了。那不一定对得上，他八点播，我一般晚上都不播啊，我都是白天播，都是梦中有冉儿。他晚上八点左右开播。谢谢发哥，谢谢果然，欢迎大家，欢迎新建的朋友。今天我发了一个作品，哎，大家有没有帮我去点赞转发评论，怎么点赞只有100啊，这么少，去点赞转发评论一下咯。轻轻地下单，一个心想着月光映在水面，可怜的海洋。今天帮我去转发评论一下，谢谢迷藏，谢谢七月迷藏。两颗心碰撞的语言，坚持的无限点，华丽辞藻里面无法形容。可以去评论一下吗？可以帮冉儿去评论一下吗？没有加冉儿的粉丝团的可以加一下冉儿的粉丝团，然后我们有一个抖音群，五级以上的家人们可以进一下群。和我谈情说说爱，只想和你在一块。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Come on, come on, 61个人参与，就有五十个人可以中奖吗？53个人，我是100个福袋，为什么还要退还我一半啊？谢谢小云，感谢小云大放血啊！出去打个 PK 吧，家人们，今天上午好像一把 PK 都没有打哎。海浪轻轻的沙滩，淡淡的沙滩，月光映在水边，贪恋的海岸线。哎，怎么是嘉年华 PK？我的号都评论过了，谢谢冬莲，我看见了。我还以为你打比赛嘞，我没有，我就是点错了，所以我关了，重新连了。你看到嘉年华，我就想到了比赛。对，我那个，我们打个小榜十玩不？十分钟的。十分钟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凑啊，我尽力的喊一下。我也是尽力的喊一下。哎。好，打我很久没有打了，我估计一个月都没打了，我感觉。没事儿，没事儿，我也打得少。总榜四。输了干嘛？好，输了，你给我唱个朋友关系。好。好。行，那我重连你哦。好。欢迎我们偷懒。对方13连胜，没关系，不要虚火啊。我们打榜十，没关系，不要怕。打榜十，我们凑一凑啊，凑一凑，输赢我们不看啊，重在过程，参与一下，是不是又是嘉年华呀？不是嘉年华吧，应该。OK， 闭麦。好，家人们打个小榜十，打个小榜十，我们99票占榜。
我们第二位，第二位大哥在哪里？请闪亮登场。Check it out。戴上你的墨镜。霸气的走来，好吗？谁浪子？九九战马，家人们，九九战马。重在参与啊，家人们，输赢没有关系啊，没事的，重在参与就好，重在参与就行，输赢没有关系。当然赢了更好哈，家人们。我欣然，对，九九战宝，家人们，68个人怎么就不能打榜十了？68个人都是精英，对不对？在的家人们，咱们一起争争榜。谢谢17223，感谢17223。九九榜还差五，还差六个。九九榜还差六位哦，六位大哥，帮我占占榜。茄子，你帮我占一个吗？谢谢范叔了。九九榜，九九榜还差五位。九九榜差五位。榜十，榜十，榜十，没有票的我们一起扣一波榜十，有票的我们一起争一下，冉冉。都别闲着，家人们，都别闲着，咱们一起忙碌起来，一起创造一下。谢谢航天，感谢航天。还差四个九九，还差四个九九，四个九九，四个九九票，欢迎东流。榜十，榜十，榜十，没有上九九的，我们方便的上上九九。欢迎无奈，赖哥在不在呀？赖哥，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帮我占个榜吗？我现在打榜十，谢我茄子。榜十还差三位哦，榜十还差三位九九，榜十差三个九九，过了九九的我们往520补一补啊，家人们，往520票补一补，方便的往520票补一补，前面七位大哥，我们往520票补一补，需要可能这把可能需要520，目前需要520啊，需要补到520，家人们，我给自己带个头，我给自己带个头，家人们，跟着我的节奏，我们一起玩起来。东流，谢谢健身哥，不到520票，我们现在榜十还差两位，榜十还差两位，谢谢健身哥，榜十还差两位，家人们，榜十差两位，榜十差两位，需要不到520票，不到520票，欢迎鬼吹灯，欢迎1723，榜十需要不到520票，现在不够520票的，我们可以补到520票。现在不够520票的，可以补到520票。我们现在差九和十。谢谢1723，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帮忙的呀？我们差两个520，差两个520。
直播间的哥姐们还能补一补吗？我们的1723再补一丢丢，茄子再补一丢丢，迷失中的人还在不在呀？能不能补到520啊？补一个520，十个520有机会能赢啊，家人们，十个520，目前来说是稳赢的，十个520稳赢。我们现在还差两位榜十，还差两位，主要是榜十还差两位。谢谢1723，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帮忙的补补刀的？不够补，不方便补到520的，补到300票也可以啊，家人们，不方便补到520的，补到300票啊，补到300票。等不到300票，对面的榜十是100票，对面的榜七是200票，对面的榜七已经200票了，榜七，对面的榜七已经200票了，我们家的榜七是99票。迷失中的人在不在呀？能不能再帮我补一点儿？茄子帮我补一点儿，航天能不能帮我补一点儿？范叔能不能再帮我补一点儿？还差两位，还差两个，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朋友？1597能够有加成，谢谢范叔，感谢范叔，谢谢范叔，感谢范叔，还差两位，家人们还差两位。对面的榜一是1984，对面的榜五是520，对面的榜八是200票，对面榜八是200票，家人们，榜八200了，对面榜八，能补刀的咱们得快点补，现在有1296票，能不能拿下一下这个加成啊？有没有大哥帮人拿下一下？谢谢1723，欢迎城隍拜寇。我们需要两个520，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朋友？两个520占榜，两个520，家人们，两个520占榜有没有？谢谢剑顺哥，需要两个520，还是榜十差两位，城隍麦克大哥能不能帮人打一个榜啊？我们现在还差两个，榜十差两位，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朋友？我们榜十差两位。520有机会能赢这一把榜十，需要520票，榜十需要520票。谢谢我茄子，感谢我茄子。我们范叔能不能再补一点，补到520票？我们的迷失中的人，我们的航天有没有，能不能再补一点？榜十还差两位，榜十还差两位，有没有一起上一上的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帮忙的？榜十还差两位，有没有帮帮忙的？十差两位，谢谢剑顺，感谢剑顺，谢谢范叔，感谢范叔。七八九十，差四个520，我们差四个520，差四个520，差四个，谢谢航天，我们差四个520。谢我茄子，谢谢我们冉儿，谢谢我们剑顺，谢谢我们东流，谢谢我们范叔，谢谢1723，谢谢我们的云海，谢谢我们的航天，谢谢迷失中的人，谢谢我们云海。你看，你看对面的榜十是520，我就说吧，我们家要打到520的话，有机会能赢，但是我们家差一个人，榜十差一位。
感谢冰冰庄老师，谢倩倩，谢百川，感谢丸子，谢我们百川，谢谢浮云哥，谢谢七夕，谢谢倩倩，谢谢焦宇哥，还有夏宝的家人，谢谢你们，辛苦啦，谢谢大家。看不到网了。设置什么呀？延迟太厉害，没有设置呀，我没有设置呀。喜欢我的杨宇，谢谢浮云。我有延迟吗？东流。欢迎大家，欢迎。我没有设置，看不到票，我不知道。你没有上榜就看不到票，上榜就能看到票。好卡，就是他卡还是我卡？这个抖音现在规定就是这样。进不去了，榜十啊，我看不到榜，我没卡、啊，我哪儿？哦，谢谢你。好，卡死了，我卡，他们说我卡，好，不卡。那我先唱歌。因为你没有上榜，所以你看不到别人刷了多少。这个不是主播设置的，这个是抖音官方就这样子的，你上榜了就能看到了。辛苦我们老毕，辛苦我们胜哥，给胜哥点个关注，那我给你唱一段哦，还是唱完？好的，唱一段，这个歌有点长。好嘞，一首。你们刚刚要点《爱你却说朋友关系的家人》，听冉儿唱。一首《爱你却说是朋友关系》，送给两边的家人们。这是对面主播的原创啊，家人们，很好听的一首歌。你的第一眼让我动了心，我慢慢的就想与你靠近，说过的话听是很热情，但你却不知我爱你，就凭想象你应该明白道理，也许你想用时间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听。谢谢冉儿，帮忙，刚刚好，我唱了，刚好帮我推推歌，请别人推歌，好听，真的好听。哎呀，谢谢冉儿，谢谢冉儿，辛苦了，妈耶。那我错了，下次玩。那我走，好了，拜拜。好的，拜拜。你的第一眼让我动了心，我慢慢的都想与你靠近，来见你，我是否真的对
点赞啊，我们点赞继续点起来，13万赞一起点一下。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你们懂得。我要去做点什么事情。欢迎阿江。
gió xưa tầm tâm tan nỗi sầu bi như dần xa. 兄弟呀，想你啦。cuộc sống bao tốt không có khỏe không chẳng hỏi anh về đây chẳng hỏi thân thế sao một câu quan tâm nào thấy đâu huynh đệ anh huynh đệ anh. 欢迎发哥。好的，建顺哥，你先去吃饭吧。先去吧。欢迎小月。欢迎小个性。是我一个人走过这片海，看着谁在对岸留下一句对白，听见爱或不爱，心都已不在，回头再也看不见有你的那片海。是谁在许愿瓶里写满了悲哀，是我捡起了悲伤害，也许是我不该等你，是你不该回来，原本浪漫的邂逅变成了无奈。我们真的不会彼此拥抱转身再离开，只会冷冷的静静的不说话，停在那儿发呆。我有多像从前那样舍不得伤害，而是说出了最狠最痛的话，然后 say goodbye。 你忘记了承诺，我抛去了最爱，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爱着就分开。
鞋子要不要点首歌呀？你在干什么？你在做啥子？吃饭了没有？行者，有没有人把我秒一下？我在榜三哎，哪位大哥大姐帮我秒一下呗？来，展示一下，是时候了。相拥，明月天涯故人游，今生萧萧难解我心中忧愁。再回首，故人走，落叶纷飞泪。过天涯，西风落，日落风沙，月照入心头，世间的恩情愁，漂泊天涯，回首怀念。
朋友。熬夜长痘，我昨天没有熬夜，真的。昨天十二点之前我就睡了，还是长了这么大一颗痘。欢迎小跟班。就是我的生活挺平淡的，每天都是这样子。下巴长痘了，怎么每次进来一个人就要说我下巴长痘了？这个痘这么明显吗？美颜都遮不住，太难了。谢谢我奈奈的惊讶，这么难？哎。太大了，这个痘痘我也没有办法。
我能怎么办？我睡一觉起来他就这么大了。记得我醒来的日子，我一起来他就这样了，忘记我都不知道我昨天干嘛了。是否乱说，这不是美人豆，这明明就是，这明明就是想你们想到冒泡。这挂扣我没有说，用户6868，你是不是没有亮灯牌呀？好累呀，我歇一会儿。好，好的，航天，你休息一会儿啊，你不停的帮我做氛围，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快休息一下。偷吃不磨嘴儿。没有，昨天也没有偷吃，正大光明的吃的。昨天我吃了什么？我想一下。我吃了什么？我想一下。没吃什么呀。昨天吃的特别清淡，我昨天吃的特别清淡的，下午好，这个算下午吗？这个算中午吧，下午还有一会儿。为什么我昨天睡那么早，今天感觉还是没睡醒的样子，感觉瞌睡兮兮的，瞌睡兮兮，瞌睡巴拉的。这个人怎么一直连我呀？我接一下。Hello， 你好。哎，你好。嘿，我们玩一局。玩什么呢？你平时玩什么？唱歌也可以，然后体罚也可以。那就唱歌吧。好嘞，才艺吧。嗯嗯嗯，好。等一下，我混响了。那输了唱歌？嗯，过程呢？过程跑步行不？平时我都不怎么玩过程耶。哦，行，那就不玩。嗯。大主播都不玩过程。对呀，对呀，就是。好嘞，行，那我们就喊票吧。嗯，好，闭麦了啊。谢谢云，感谢云。这个是你们认识的主播吗？他连续连了我两次。欢迎淡然心情，欢迎大家。打架了，家人们。欢迎大家，谢谢好友。有没有九九？我们占个榜的，把血条追一下。再来九个小星星，九个人走小星星啊，九个人走，需要九个人，需要九个人，还有两分多钟喽，还差六个人，还差六个，我们还差六个。差六个，欢迎孤黄爷，还差三个人占榜，还差两个人，
差两个人站吧，还差一个人站吧。十秒之后有加成啊。谢谢宝哥，十秒之后会有加成，家人们，有没有大哥大姐把握一下我们的加成的？把握一下我们的加成有没有？谢谢我赖赖的666，感谢我赖赖，众筹一下，欢迎人到中年，还有30秒，谢谢飘雅。谢谢航天，30秒，各位哥姐们，有没有把握一下这个加成的？有没有把握一下加成的哥哥姐姐？欢迎自由行者，我们一起搭把手啦，打 PK 一起搭把手了，家人们，打 PK 一起搭把手了，还有10秒。10秒，有没有大哥大姐把握一下加成的？谢谢冰冷的雨，防火防盗防偷塔，最后40秒，我们能不能守住呀？谢谢我们自由行者，感谢我自由行者，谢谢我自由行者。还有30秒的时间，对面追过来了，对面追过来了，有没有大哥大姐守一下的？这一把可能真的需要守一下，不然就被拿下了。20秒的时间，有没有被守？有没有守一下塔的哥？有没有守塔？有没有奇迹啊？欢迎上影，欢迎大家，欢迎新进来的朋友，谢谢冰冷的心，感谢冰冷的心，谢谢赖赖，谢谢自由行者，谢谢航天，谢谢飘雅，谢谢我们的云，谢谢宝哥，谢谢他乡，感谢榜上的所有哥姐们，谢谢大家，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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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兰兰，我开一下麦呀。嗯，好，我开了。嗨，开了，开了，开了。嗯，好的，我们欣赏对面小姐姐唱一首歌。好，我自己来还是你们点呀？你拿手的。嗯，行吧，那我就唱一首，看一下。恭喜中国来的朋友。我唱一首《这世界这么多人》，送给两边的朋友。
好听哦，声音好清脆。没有，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好棒啊。行，辛苦了啊！那我们走喽、拜拜。嗯，好，一路长，拜拜。这首歌给大家唱完吧，家人们，我就要下播喽。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又要结束喽。给大家唱完。这世界有那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对不对？我们再一次感谢一下我们的本场榜单。谢谢我们赖赖的支持，感谢我赖赖，谢谢我们航天，小航天辛苦了，谢谢航天啊，谢谢自由行者，感谢，谢谢自由行者，谢谢染儿，谢谢飘扬，啊，谢谢点儿，谢谢九哥，感谢榜上的每一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